这个熊猫在我们新疆都弄不太脏了吧？我觉得是黑白分明的。那这完全不分明的。也是棕色跟黑色哦。他上头也，他们也接触了这组织部，然后。他后来就跟我说了，我倒没在意。哦，那边还有一台辆。三米八。那个是干什么？不是热很热啊？啊？不是热，怎么叫花？呀，哎呀！